大家好，我是小明，现在带了一个大沙网出来，准备做一个捕鱼陷阱。现在洪水快退了，回到前面的排风沟去。现在的鱼应该会跟着那个水退往下游，走了。就这个位置了，位置比较窄一点，旁边还有这种棍子，天气之前没有朋友过来这里放过这个大抛啊，还是先试一下。哦呀，刚好那边打根棍子下去固定，固定一下比较稳一点。洪水还很大，今天就退了，鱼的话还会跟着洪水一起退下去。我们在这里打个陷阱，等一下到上面顺便赶一下鱼。我们到上游一点赶一下鱼。下面就是一个大型水库，看一下有没有收获。嘿，哎呀，忘了偷走了。哎，还挺沉的。咦，看到有一条白的，哇！不得了，不得了！哇，埃及！这里还有什么鱼？啊，草鱼，草鱼！还一条埃及，一条又一条。哇！哦！赶一次就爆网了。这两条草鱼，鲫鱼。哎呀，还有一条鲤鱼，
埃及。哇，好多鱼，那个鱼鳞被刮了好多。我第一次从上面水库那个钢网挣脱过来，然后刮到。先倒出来，先倒出来。两条草鱼，一斤多这样。哇，好多这个鲫鱼。哇，刚才一条埃及，哎，转得好快，埃及。漂亮漂亮，再赶一次。这次我们到上面一点，从上面一点赶下来，赶远一点。一般这里面全是水，现在。这些杂草比较多的地方，鱼就说安在这种地方。但是也没有效果。一条小鱼，一条埃及，这网没有第一网那么多。哎呀！哇，两条埃及，一条鲤鱼。这条就不要了，它太小了。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好了，我们也不赶了，留在这里等那个让我们再过来收。现在鱼越下越厚了，收获不错，收获不错。视频就先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我的鞋子。